好，来看到大家瞩目的布里香农会举办的第四届艺术季“海底世界”小型作品的票选活动，终于公布了票选结果。那么这次的网络票选呢，是相当的踊跃，总共有8000人来参与投票。农会也说，感谢民众的热情投票，不管结果如何，每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每年都积极发想新主题的第四届稻草艺术季，这回以《动物迷踪之海底世界》为主，总共有18件以海底生物为发想制成的大型草编艺术品，包含了小丑鱼、大白鲨、灯笼鱼、寄居蟹等又萌又生动的造型，完全要一一收集。农民跟我们艺术家共创的这些稻草的作品，还有我们竹子的作品，也办了第四季了。每一年都有很多很多的游客很喜欢，我们有很多很多爱好我们这个天然的环境还有天然景观的这些好朋友。为了鼓励农友以及社区学校，农会都会办理网络票选的活动。票选的结果出炉了，社区组分别第一名是李行马卡道族，第二名是罗山社区，第三名是吉拉米蛋。学校组的第一名是富里国小，第二名东竹国小，第三名是明里国小平安健康队。一定要来跟我们的哈雷彗星，还有我们的纳满巨星来拍照，还有我很漂亮的海底总动员的这些，我们海底的这些生物会在这里呈现给大家，同时也要鼓励大家一定要来，你们的到来就是给我们富里的这些被种田耽误的艺术家的这些农民最大的支持跟鼓励。这一次的网络票选相当的踊跃，总计将近有8000人参与。农会表示感谢民众的热情投票，不管结果如何，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记者高雄双富里乡采访报道。